我是花姐，今天带你来看独立市场房。走，我们进去它的大厅，大厅已经做好了。进去这一层办公室，办公室已经是隔音已经拍好了。过程你们可以来这里看，里面有了整个生产线的过程，员工有没有偷懒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了。还有一个惊喜，还有多一层的办公室。走，我们再看这里呢。如果你要做生产部或者做办公室都可以。好，来走，我们看这边，看这么长，这边有20层。来，要搞。这边 production floor 是40层，过长是67层，接近看高30层。OK， 来看一下，我们看到 XS 这边这样阔，这样长，这样大，这边有110尺长，80尺宽，屋顶有32方尺。这漂亮的办公室已经装修了，那么大间工厂，大家看看出场费多少钱？答案是22,000马币，22,000一个月。